Hello， 我们是三月号的恰女生封面人物，我是李佳颖，我是李国毅，一定要锁定哦。这个题目的选项有点就是太 easy 了。怎么说？我不会选，我一定会选你，因为我其实很讨厌很吵的人，就是在无人岛。谁吵？刚刚三个人，除了我有另外两个谁吵？因为无人岛就是只有一片那个大海汪洋，然后鸟叫或者是风这样沙沙沙的声音，所以如果在旁边有一个很吵喋喋不休的男子，我会有点受不了。你说这样这么可怜的，我太好选了，我知道他选谁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一二三一起说，好，一二三，谢欣颖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谢欣颖现在单身，才不是这个原因呢，我跟大家说为什么。感觉他就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帮忙，他也不会抱怨累，也不会像你就是会在那边我有抱怨累，然后叫人家服侍你这样子。不要，你解释清楚，我没有要人家服侍吧？有吗？我好累啊。这是我要对他说的话，就是成为更好的人，然后永远像个大男孩，因为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好还可以更好。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有很男孩，然后很温暖的一面，希望他可以保持。我刚才不是一直说他是拖油瓶吗？但也只有你一个拖油瓶。我看你先。那不要怕，我瓶子超多的，你尽量的把你的所有的油都装来我这里。啊，重点是。一辈子都不怕。对，一辈子都尽量来吧，我只有你这个好朋友了。我以为要说成为更好的拖油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拖油瓶吧。好，好吗？